欢迎你，御灵者护佑你。 找我。 我看见你了。 已经超出范围了。
你怎么了？我看见你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欢迎你。御灵者的光芒照耀你。御灵者护佑你，有工作要做吗？御灵者的光芒照耀你，我们有神圣的重担，我们有坚固的使
现在没有目标。还不能使用这件物品。离得太远了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
再见了，朋友。说吧，凡人。万物皆有纪律。凡人有什么事？说吧，凡人。万物皆有纪律。在你面前的是一位晋升者，凡人有什么事？你找我？与他的荣耀一同发光。在你面前的是一位晋升者。凡人有什么事？心存勇气，坚强如铁。我看见你了。
倍感荣幸，相信眼前的道路。怎么了，凡人？我们有明确的使命。需要我协助你冥想吗？
我为沉默的主人发声。这真是噩耗，绝对不能让世界陷入战火，不能让我们的努力付之一炬。的确，死灵领主是战争的专家，但他们向来都用力量来保卫暗影之境，而不是破坏它。凡人，你必须了解他们攻击齐瑞安的动机。在冲突升级之前，尽全力阻止这场冲突。若是少了马卓萨斯之力，恐怕我们阻止监禁者的希望渺茫。前来接受审断，必须开启通往马卓萨斯的道路，召集卡德伦并办好这件事。遵命，荣耀之上。极度神圣的任务交付给我们两个。袭击的消息传遍四方，我跟你一起行动。些灵魄能用，审断者俯视着一切，请保持廊道的整洁。练习，要是你想参赛，你也在发什么呆？快拿一把剑，然后自去竞技场。今天来了些新人，继续奋力一搏吧！全马卓萨斯都在看着你。
击那个目标。
者出现了。他们怎么没有惊奇？他们是为哪个家族而战？加尔满，看清楚点，我们之中竟然有凡人，真有趣啊。辛德，是这个人从中作梗，阻碍我们攻击的吗？就是他。原来这个凡人见证了你的背叛。你的家族侵略了生灵堡，这么做彻底违背了统御者的信念。克里瑟斯，统御者早就不在了，你不再渴望荣耀了吧？还是天选者家族已经失去了雄心壮志？我们应该要保护暗影之境，而不是征服它。召回你的部队，不要逼我动手解决。你最好别动手，克里瑟斯，你的剑刃不堪一击。杀光他们！天选者，准备应战。等等，我们要离开这里。我是德拉卡女爵，天选者家族与你同在。没时间说话了，快走吧。我们躲不掉，抓紧了。洛塔尔，力量来吧，这是通往天选者家族领地的唯一道路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。随时准备出战。马卓萨斯接纳崇尚战斗的人，在这里力量会受到重视和奖赏。我们发誓保护暗影之境，但我们的领袖统御者却不见踪影。再靠近一点。现在五大家族彼此征战，有两个已经败亡了，我不会让天选者成为下一个。现在五大家族彼此征战，有两个已经败亡了，我不会让天选者成为下一个。
现在没有目标。还没准备好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战况如何？力量从心而生。总卡，就算在这里，我也会保护弱者。
没有目标。为了任氏的荣耀，每一次天选者家族以力量和荣誉而战，我们会击溃叛徒，结束战争。